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大地风水》。在修行正果的较多。那么那个普陀山观音菩萨、啊、为什么都弄石头？其实为什么那些都石地九庙东来的观音呢？啊，就告诉我们呢，那是石头的，那法就是讲比较干净破利，啊，干净利落。那么你若要找一个所在有石头的所在呢，石头真多嘞，你得注意遐有黑啦。你要注意一下，我会到场，我开始结穴啊。不要那么久头，赶紧再倒出九头了，包接了九头了，一个石头，一个道场。好，一叫那里，普贤菩萨，啊是这里好多文殊菩萨，现在这些菩萨一路坐九头的，啊，这个真逍遥，啊，这个真逍遥，阿明啊想逍遥啊，对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哪一个菩萨都坐的，一路很逍遥，对不对？能够很逍遥自在吧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每家酒堂哦都有道场，每个石头都有道场，啊，一个石头都是一个大莲台，莲台也是莲子，嘛是莲记，那石头你要看哦，卸在那里，你看酒堂卸，酒堂弄往些所在就告诉我们卸在那里，告诉我们卸在那里，苏家家讲我这酒堂往向家。在九堂嘛，往右边；在九堂往这边，这大石头嘞，你嘛往这边冲。这石头你嘛，这嘛往这边冲。桃子姐姐的桃子家，好、哦，啊这弟弟嘞，往这边冲。啊这边呢，九堂这边的阴影。啊，为什么它会这样呢？这石头将将比较向这边，那普通嘞，要进去一点按路拉。好，我这样接着一个卡，这个是脚这样来，然后就往里面来。啊这边呢，为什么跌了呢？你弯过来，我们这边是平的，啊，那块就酷些啊，放在打拳，啊，打拳这样来，基本都白嘛，啊，这边都凸出来哇，接着听一看，哇，哦，你们要看石头啊，啊，怎样行啊？十八罗汉拳，啊，达摩大师怕，干了怕那个滚了，十八罗汉滚，弄起九条心，哦，这朝拜观音嘛，哦，罗汉拜观音的，接着罗汉拜观音，啊呢，有没有？你看快去。罗汉拜观音，这里行啊，哦，啊，困难啦。那么那一个石头，你要接，好像石师兄呀，黑马石龙要接，点头要接，黑的吼，黑的龙看了看嘛，就拜观音，也是拜观音，好、啊，想用那个酒头，马是拜观音。他是不是你以拜观音就叫出名？那么这里呢，把它整理像一个黑黑的铺的水面去，那个也是等于你以药龙门去。黑马是第一药龙门去，跳的一跳就准备过来这边啊，好、哦，那么最右边那一个呢？右边那个石头是什么呢？我讲啊，后面那边修管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错。那边管呢，但是一细杆的必为硬，一细杆一波套将出来，不然那个荷拉扫出来的，好、啊，他就不，他一直没凶，啊，你跳没去都必硬啊，硬。好、啊，在这个道场呢。你这种修行是想好，好、哦，你这种修行想好些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地点的、啊、哈，大概嘞，啊，你又有念明堂，啊，你大师兄接一下九桃嘞，啊，做这事也是一样，往里面拜观音，好、啊，那么到一个大明堂有没有？好、啊，一个大明堂去，好、啊，那么整个的穴嘞就在里面了，啊，那当然你要看后边，我们
们就可以到等一下到最上面哈、哦，拜菩萨的时啊哈，咱再来面顶看，哈、哦，再看嘞哈，哎、你就发觉嘞哈，这个地方来哈，啊、有足是不可思议的耶。含那边石头，你来去看，等下你家己去洗，洗洗看是不是都是一个向着朝着这个观音家来，好、啊，你去看。以后嘞，你们如果有碰到，那你要说要帮人点这道场的时啊，看到石头所在，你就爱停落啊。啊，见水则止啊，啊，见水则止，是啊，你行见水则止，见时什么，见就什么。见到的你就爱停的啊，见到这么多石头你就爱停啊，你要注意啊。天机告诉你，你是这个所在了哈，已经有天机，有真正护法家，石头顶拢真正护法家的，所以一个石头一尊人呐、啊，一个石头的一尊人呐、啊，啊，就是一个就是莲台，莲上那个菩萨哈，明天拢是菩萨，啊，跟是如来，啊，这就是安尼。所以正水你水行行行到遐，你找龙穴找到，哎，水就水到停了，你怎么正水则止啊？止，你就不要前进了啦，你过去北追啦，穴就在水的这一边啦，不是在水的那一方啦，是水的这一边啦。啊，嘿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正石头你就要停，爱停啊，啊，因为什么爱停？人一直停一下，你要走向金尾寺哦。对，那你要石头一直我坐在家，你才坐一，那到时候一直笑你们而已嘛，笑我哈哈，你都要无地位，我都坐在家告诉你们，你才停啊，你是为什么看我都要装对？哦，所以九桃一卯十线，九桃卯十线啊，好了，我们大家去看一下哈，大家自己去看一下，看完九桃也十线不一样一款，画是不是都弄向这边？所以我停一下。到了观音菩萨后边哈，咱直接和观音菩萨给咱拖。好，到了观音菩萨的花了哈。那么这个地点呢、啊，我跟老师这没有靠，好，湖水莲花了哈，啊、莲花穴了哈。啊，莲花穴哈、啊，本来就不必有什么靠，莲花了就不必有什么靠，但是一定两边爱管，龙爱高。刚才师兄啊，说啊，老师会不会太逼？啊，这个莲花穴的、啊、到处都有石头点住，先不会逼啊。啊，这个是不会逼，还很远呢，还很远呢。啊，啊，这个啊，这个石头为靠山，这个石头为靠山。啊，那么右边呢，靠山的虎边呢、啊，虎边也有一个石头，有没有？虎沙，好些呢。啊、右皮石头这个花色的马是各条嘞，这个起点就是起点，起点嘞，这个石头的气从哪里来？从哪里来呢？叫九桃的气从哪里来？你这叫呗？好，先告诉各位家人哈，这个都云南白药哈，这哪高血压，高血压嘛，慢来吼，加加嘞，怕面产面在吃，吃去解高血压就别个呀，云南白药啊，嘿，云南白药嘛。嘿嘿，有，哈、哦，嘿，慢来吼，慢来叫做，加汁，哈、哦，慢来加汁嘞吼，啊加加嘞，含面来吃高血压吃起个，阿伯特别贵呀，你们去试看看，一定有效诶，好、哦，一定 有效，好、哦，那么胃不好嘞，胃肠不好，胃啊，肠胃出血嘞，这前天来靠骨来补起个，阿伯有胃出血就好呀，好、哦，这有一个秘方啊。那么这个石头的气啊，对对来呢？九桃对对起的，对这条应该来这条，但是这九桃伊嘛过过年，这边低嘛，这边低，所以低了这边虎沙也过掉了，足奇怪了。这虎沙过掉，这边吐管去，一下面吐等等等，卡吐都等等嘞，一个话平平串，气就从你们这里来，对这里来，骨不离肉，骨不离肉。肉嘞，这几对面顶爬到来，对面顶起嘞，上悬了靠到来，对这边的气不起来，这里嘞，对这里这脂肪这嘞，对要靠来，靠对下来，靠对下来，啊，这边换过来是啊，这里这都爱动掉呀，这边转弯的所在一定要动，好吧，一定叫风扇，叫风扇嘞，所以也动，啊，很自然的，这边的风扇对不对呀？对不对？遐真的石头，伊就开始过这里啊，
过这个气卖叫刷掉，过这个气卖有刷，好、哦，所以呢，那哪个家一早接起来，直接来，今年挺对的，叠叠线叠在这里，道场的中心里啊，好、哦，那爱看，黑得行，好、哦，众山最高唯我独低，好、哦，众山最低啊唯我独高，好、哦，这边呢呢，众山之高，一个管唯我独低，好、哦。那么主要的龙脉龙脉一行的时啊，一定爱有其他的人来甲顾。这边就是周围的兵将、兵甲将，拢过来侍卫。侍卫开始来甲，哦，头那边我转过来要停了，吼、哦，那边就徛条条啊，那边就徛过来停啦。那像总统，伊咧，你们伊总统要演讲，好、哦，这里来来啊，伊这边一定足侪人过来呀，过来呀，啊，伊就要来遮，来遮演讲啊。哦，这形状的吼。哦不离的，这里好多啊，那生活的就好。那么到这里上来呢，这边呢，九号是直线梁啊，这边九号直线梁，好，再高起来，要弯过来所在一点线梁。如果弯过来再大梁的呢，这客梁都紧接了，好，那拉就先低腰背，好，先低腰背都接不掉啊，哦，一直不接。好，你看，真奇怪，这关起来，它都结了，一直都弯过来，所以才拢结，拢细粒球啊，结条，它能弯过来，足自在，足自由，足自在就过来。好、哦，听懂吗？好、哦，听懂不懂？好、嗯，对哦，对哦，对哦。那相对的，我们田园景观，好、哦，我们田园景观呢，那哎，我要写都过来，要写过来写，里面你不要摆大石头。大石头切掉呀，没听到？你外面可以摆大石头，有难哦，难，好、哦，还是龙山要弯过来，龙要弯过来。你外面有两几粒大粒石头，有大粒石头的，内底你细粒石头，内底佫袂使无石头，还要外面有一颗两颗石头大，哦，增加难，嚯、哦，难就有啊。这个三分风水，七分坐，平阳之中啊，可做穴啦，好、哦，平阳啦，阳做穴。好吧，可以做这个穴，穴呢，你的景观来这里，你出来这里用做黑的，做成一个太极也可以，好吧？你老用的，你家己跨过来用到来只看，加看几届啊，加看几届，你就会悟到讲，哎，做地方是好地理。庭院景观呢，阿伯呢，各位要学习庭院景观呢，我建议你都爱来只学，来只看，这最自然的庭院景观。最自然的庭园景观的教学物件底下，好吧？还是在找其他的景观的。我看日本，那个三千院遐的景观的做得很好，遐自然石头一叫那做得袂歹。哎，做得最好的在哪里？仙佛寺啊，他讲阿弥陀佛，那么你真是怎么可以上课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我们可以告诉周围的，然后表示我们。我们大家了解这个法则，好，那个，对，能够把大自然的法则哈，把它认识它，一半烂，烂半一，好、哦，大家就知心呢，那么这个在这里呢，摩擦掉，啊，这八卦地条呢，八卦地条呢，啊、哦，摩擦掉，还好呢，它这个八卦呢，这八卦行呢，好、哦，但是也是八卦了，哈、哦。啊，你们那边走开一点，阿斌你要走到边嘞，还要到故乡外边嘞。好，啊，这样石头是后天摆，你们看看这边，好、啊、这边没石头啊，哈、啊，这大，没石头，真嫩嘛，这边是很软嘛，哎、啊，啊，这边真嫩啊，这边很软哇，啊阿斌还你乡外边嘞，仙人掌边啊，嘿，嗯、啊，好来，卫生纸给他，谢谢，好、啊。仙人掌这大风弄嫩嘛，对吧？弄软的嘛，要弄的嘛。好、啊，那么你们看气从哪里下来？这个地方气在哪里？你们告诉我。气从哪里下来？你们告诉我，气从哪里来？气呀、啊。好。啊，你就好，你讲好吧。但学堪舆啊，学风水，学易经啊，好一看，第一要印心，好，马上印心的，你要了解啊，这个气从哪里来？
你在那吹的时候，比三顶神仙摸沙走，是不是？哦，你个逍遥，啊，啊，你唔在吹，我看你倒去进来。啊，好，一顶神仙化车道嘛，就一顶星夺嘛，请星夺吧。好，星夺一开始按得来嘛，气怎么下来嘛？一定离不开五行的生化，离不开五行的生化，啊。上面呢，这个形状呢，是属于什么心？上面，心。那本书你们没有带来啊？啊，地形的书啊。五心啊。还有呢？不是用是不是，直接什么心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往你这边摸嘛，对不对？哎。还有呢，土星呢？还有呢，倒地木怎么会得刻石头呢？倒地木来一点刻石头啊嘛。好，刻石头那刻个呀。土星，土星。啊。哦，轰的吹，叫。啊，报吧！你的奶粉书有带来，带金星，好、啊、脾星带辅星，啊辅星带木星，啊，如果一论这个形啊哈，后面这个形啊，它是好几个三形所结合起来啦。那边是贪狼，这边九桃呀，相反的呀，奇怪的呀，那是贪狼星。好，贪狼，贪狼带的这个是金星，贪带星本来就有相克，啊，这里基本金星贪带星就有相克，啊，那么相克里面呢就有辅星，那么这里的穴啦，它是从这个最高两个石头中间那个高高那个落下来，石头那个没有络脉，石头那边东西左辅右辅，相关将那个。啊，就往那个下来，那个是啊，带着金，啊，带着金的意义的金，跟金水相生，金水一直落下来，金生水一直落下来，落到平原来。这个气从哪里过来？气从哪里？我看完了，哇，又挖过来哇，有没有？一直挖过来哇，我挖过来，好、啊，这么细的，这些仙人掌，这种挖的进来。所以拐你这里过来，拐你这里来，拐来这种细在那里，你们要看地面呢，它会有显示，细在多呢，一缩在越扁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头发扁的，哇，这扁的头是从这里过，扁的都跟这奇怪像一缩过来一样，好吧？告诉你们，往那边走啦，啊，第二期啦，第二期啦，那像那现在银行啊，这写的那句啊。你射迄个，拖来拍来呀，方向，你要射自己头上射，哇，这个仙人掌，好、哦，一直射这个气，啊、哦，周气呀、啊，走，按这样子落到，落到到后呢，你师兄家，好、哦，就接着来，好、哦，就接着射，接着过来，气下来，那么这气到底是在外或是在内呢？啊，你们到底是在外或在内？啊，为什么在外？好、哦，石头挡回来，好、哦，好了，那么就在外。那么你怎么证明是在外？两那边。啊，对。证明从证明的哈，怎么它是在外，不在内？下面的叶子往前面走。哪里？这里的叶子往这边走。这边叶子往这边走。从上去赶回来，从这里去，则一个送，一个相迎，一个迎气，这个一个转回来，这转回来是迎接，修迎。你一个皇帝呢，还是王爷要出巡呢？你有人载出去，一定要有人迎接，好吗？啊，如果没有人迎接的，就像慈禧太后的往西行。啊，慈禧太后啊，啊，刚刚去走的时候，去走路的时候，一直去都没人迎接。好、啊，那么。
就是一个人要进处理啊，要抬出去有一个地处理的，没有迎接，这里有迎接，这迎接，要告诉气往这边走，第一个是对的。那么说，为什么在内又在外？是在内或是在外？你们量看看是做什么卦？这全是要八卦问题啊，大卦，大卦全是什么卦？量一量，哎，都干啊。啊，巽卦，啊，就巽卦来，啊，巽卦是江东卦，是江西卦，巽卦，啊，是江东卦或是江西卦，巽啊，江东卦，江东卦，啊，巽卦是江东卦，那么气势哦要往哪边走？啊，右边，江东卦，江东卦是不是往这边走？哈、啊，江东卦的气，啊，江西卦，它就往这边走。江西卦的气是往西走，江东卦的气就往东走，懂吗？你们在断的，哎哎，你有想的，哎，叫一条，好、哦，江东卦来的，啊，这不这么像是什么像？你这个什么像？南北利寿大川啊，这生死河，这西西河，这利寿大川。好，那么江东江西卦哈，江东卦来，你就是，你就往江东去找他的气，一些邪的来啊，那么气就是这边过来，这边可以照道理的，一点爱有碰，那无碰，那么这气也是开大面出来，这气的就借这个石头，好，借这就好。石头这么气啊，这个气哈、啊，你们可以量看看，量看看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跟这方向是不是也是按它的同向？逆流换岸，罗盘罗来，罗盘，逆流换岸，啊，这个也是巽辰三序啊，辰三序象啊，也是一样啊，辰序同样这个的，那表示呢，这个气的哈。啊，说到这边来，这气怎么说滑呢？这气怎么说滑？啊，你们注意看哦，哎，你这阿伯好人啊，这签哎呀舒服啊，我要去一间赌场，拜托你讲一点，你爱讲你讲我着，那么欠着吼，那开过来开过来，哎个搞错了吼，罪过的，哈、啊、哈。啊